手掌流啊，手掌啊。
传令，将城门紧闭，谁个开关要问斩刑啊？谁个开关要问斩刑啊？难以讲得，再来问你，城楼之上可有别家将官啊？爹爹啊，城楼之上并无别家将官，城楼之下尽是奸王将兵把守啊！哦，尽是奸王将兵把守吧？哎，咦呀，为父再战三天，还能退敌。若时光再过，则难于应付。我欲收书一封，让你带回长安，可有胆量？孩儿有此胆量，快将文房四宝丢下城来。爹爹啊，城楼之上哪有文房四宝呢？哦，文房四宝未有吧？儿啊，这也不妨，待李家为父割下罗袍，咬破指头，你在城楼之上将银灯丢下，好待为父收书也罢。Oh!
多拜上，多多拜上，我多拜上，天殿下以主秦呢王，河北啊闯来了，那刘克难呐，他要啊夺胡地主，今受啊王朝，秦庭啊他身有病，在衙床之上。明安罗城作善你行啊，我头阵杀你败，那刘何苏贼啊，那三王不得想，还要问得怎么赢啊？多感众将广情，保吾性命啊！从在军营啊，苏定方他夜痴来犯境啊，明安罗城王全的命，跟得费城啊！我连杀的四爷们，无接啊应啊！骂我人机。雷鸣灯待天明，从征的战只恐怕难保，使我生割白的咬齿，充血的锁苦衷的尽达，我朝廷援兵不来，边关的破眼罗